可能还没有听过那个单曲的会很好奇，但其实那就是我们早期的作品，然后大家应该都有换到吧？有。那既然到唱旧歌的时间了，那我要邀请那个陈朝的克拉克来跟我们一起唱一首歌《苏阳公园》，那我们一起欢迎。再给半天的。